这来水山泉水了啊，来便宜卖了啊，那走过路过来看一看了啊。自来水啊，山泉水啊，便宜卖了啊！来，哎，两位来看看，我这自来水、山泉水，多少钱呢？这个2块钱一瓶，这个15，这么贵呀？这个不贵，这纯山泉水，老好喝了，来一瓶吧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太贵了，我还不如回我家喝我家的自来水呢。就是卖那么贵。哎，这啥情况啊？一上午了，这矿泉水一瓶卖不出去，都是好水呀、啊！这完了，那回家又不好跟媳妇儿交代了，这咋整啊？这，哎，我可以这样啊！哎，这做鱼火锅了啊，来，好吃不贵啊，那不要钱，主要是不要钱哦。哎，我就不相信了，那。咱自来水不卖，咱卖鱼火锅。哼，不相信我挣不了钱。嗯，来自助鱼火锅的啊。哦，自助鱼火锅啊、哦，主要是免费吃啊。来，走过路过，哎，这不是两位吗？来来，过来坐。咱这鱼火锅啊，免费吃啊。免费吃？这大冷天吃个火锅，那叫绝配，真的是。来，免费吃啊，来坐。坐坐坐。来吃啊，免费的鱼火锅，哎呀，老香了呢。嗯，闻着味儿挺不错的呀。肯定啊，吃吃吃，嘿嘿，上套了，嘿嘿嘿。是咱昨天卖咱水的那个人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是啊，哎呀，上当了！哎呀，啥呢？哎呀，看来这真是防不胜防呀！哎呀，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！哎，走吧，走吧。了呀！啊，那你带钱了吗？哎呀，还真给忘带了，咋整啊？你说我这兜里也没钱，那吃啥呀？你甭管了，甭管了，先吃吧。走走走走，也行，走走。哎，小花，你看这有家店哎。哎呀，是啊，吃话的地方。嗯、走，我有招了，走。哦。哎，小二，
来坐坐坐。哎呀，坐这儿。嗯。不是，这一共多少钱呢？哎，谈什么钱？不要钱。等着，我给你拿面去。面也不要钱啊？不要钱，等着。哦。哎呀，哎，看着了没？免费吃，都是免费的。我看到了。咱可以随便点了，但是咱呀，光要面就行。哎，也是啊，咱做人不能那样，是不是？哦，老板，来两碗面。好嘞，面来了。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老板，等会儿来，快来。那辣椒要钱不？不要钱。不要钱呢？不要钱。行，那你去吧。辣椒不要钱，媳妇。还有花辣椒。哎呀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鸡腿儿啊！整上整上。哎呀，来，吃。吃。哎，我也放点辣椒。是吧？啊，走，走。哎呀，干钱呀？什么钱呢？两碗面的钱呀！你刚不是说都免费吃吗？走，就是，真是，走回家。哎呀，什么情况啊？我说了免费了吗？好好看店儿哦，我走了啊。哦，行，别再玩了。哦，好的，慢走啊。走了，别动。多少钱？8块。给你10块，来找钱。找你2块。冻死了！来，服务员，给我来碗面，还有花生米。服务员，这，来了，吃啥呀？花生米还有面，麻溜的，快点，饿了。行。哎呀，这服务员啥情况啊？这是抱着手机，这一天天的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等等，筷子呢？桌上有。哎，这服务员这服务态度真是。咦，这怎么还有鸡腿呢？这哦，算了，不能吃，吃了一会儿他再问我要钱，这我拿着，先放一边。那给你20。找你钱。那什么，服务员，我刚刚都点了什么菜呀？花生米和面呀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啥菜？我说你咋还玩呢？不玩了。把我要送的那盘鸡腿给我拿过来，我现在送给人家。鸡腿儿？
我跟上上错了。你说你收了多少钱呀？10块。那一碗鸡腿还收20呢，一桌饭你就给我收了10块钱。哎呀妈呀，那我给你弄100呢。我给找出去了。哎呀，你收个10块，你找人家100。哎呀，这买卖给你做的赔死了，真是一天到晚就能玩这破手机，有啥玩的呢？我就想问你。哎，行了，给我走吧，走。老板，我错了。行了，你明天别来了，走吧你。一天到晚就能玩手机，刚刚你也能赔死啊，真是。哎呀。手机，我再也不玩了。